胸腔的带动。让带动你的腰这一部分跟随，所以你们做的时候不要把腿快速的转开了，对，脚先并住，对，微屈点膝都可以，对，类似还是接着地板的，然后你的手撑住不动，你看，先让你的这个，对，先让你的这个胸腔能够灵活，对，去绕八字，在这个平面上面，如果你在头顶上看我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整个胸腔是在环绕八字，从上面看啊，对，或者从下面看，对，然后你把这个位置。先把它活动练起来，然后再带着你的下半身，对，这样讲，对，对，这样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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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，有没有？再带着你的下半身去做这个原地律动，或者做移动。